我来说哈，仙草跟杂草一样，如果会种杂草就会赚钱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有没有看到刚刚这条道？嗯，这就是大家刚刚摄影组走过去的。你们给仙草踩过去呢？大家都不觉得它是仙草哎。这个一甲地可以收150万。你就这样种一甲有150万？对，但是这个要挑的就是沈超一点爱玩那不？老化，老化沈超不吼？这个厉害，控制有老化，教子在后。我真的觉得在仙草找到人生的意义了，真的，东西还是老的好。啊，你说的哎，那个也是吗？这个不一样吧？品种不同，你比下有较大叶，神草强叶啊，叶啊愈大愈好。哦，品种不同，嘿，比神草比叶啊高诶，嘿，叶啊高个大块，差很多呢。一个滚再滚，嗯，嘿，哎，那我们等一下，你可以这边可以教我们，除了仙草以外，我们来用你的田里面的东西，我们来做一道菜。OK 啊，可以吗？我们这边有南香、香茅、柠檬叶。那就已经是一道菜啦！你刚刚讲的东西已经是一道菜嘞！来来来来，所以大家起立，大家好，回正好也好。哦，猜到是什么菜的吗？对啊，刚才这样听下来，应该是要做佛跳墙，对不对？怎么又是佛跳墙呢？你不觉得是凤梨虾球？哎，真笑哎！行了行了行了，走走走走。哦，好香哦，它很像那种香皂的柠檬芳香味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它就是香茅，它就叫做香茅。香茅。摸袋机，要抓干规矩凑起来。好，哎、欸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这个采香毛贼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香。Oh my god！ OMG 的香。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。也是脑中浮现很多道料理。真的，泰国菜也这样。泰国菜有这个就好了啊，那我们再来去摘。啊。我还有看到它有辣椒在这边。辣椒在哪？我带你去。好。安尼会动无？哎、欸，会使着。着。这都够啊！遐。应该无够，搁继续好。这都是啊嘛，对不？啊，搁继续滚嘛吼。哎咻！哎咻！哎咻！我是不是拢甲骨断的骨歹啊？这就是柠檬叶吗？对，你看。那拔的时候有什么技巧？老的比较香。哦。就。那要拔多少？底下的。这个。底下的比较绿的，对不对？比较深色。深色。嗯。好香哦。对啊。其实柠檬叶很香的，我想再搓一搓，都是柠檬香气。这个香，然后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南疆也香。对呀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，哎，这是香茅，然后这些我们做冬阴功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切南疆。南疆哦，南疆来。对对对，多大多大？没关系，都可以。全部切完是不是？就是只有切这个就好。只切这个就好。等一下就把那个柠檬叶跟柠檬叶哇，还有南疆丢下去煮。好。对。都是柴烧的嘞，吼。直接给它下去就好了哈。对，就是小。我哎，我们南疆也好了，南疆也好了。是。哇，姜姜姜姜，姜姜。那番茄要吗？番茄要。不要切。对，要切要切。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丢下去。哎来，嘿。来来。其实这个也可以用刀削面的做法，刀削茄一样。刀削茄。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在这时候应该有掌声的。手起刀落。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根下去。这根呢？好好好。然后葱再切小段。我本人是得过切葱大赛的冠军。秋葵下去喽。这给你切，葱给你切。好，好不好？这里怎么没有葱多？好了，这样可以。好嘞。好，香哦，这个葱。还有来，再来，还有什么？就香了，这个汤。羊菇要吗？这是也是最慢放。最慢放，因为它很容易熟。然后那个番茄要让它煮软，这样。我们等一下再放。可以是。辣椒干跟辣椒粉。哦对，要等果吗？还是现在？现在也可以下。现在可以哈。来，辣椒干呐。辣椒啊，混呐。没有关系啦，因为已经下了，你才告诉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接。哎，好香哦！哦，闻到好香哦！鱼肉下去了。哎呦，好香哦！而且这个颜色好好看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糖 ，sugar，sugar， 够赞。
小心手哦、喔，你要切到手。冬瑞。哦哟喂啊！我看到你这个很明显，我就窝胃。没。好。再来。谢谢松鼠。来哦。哎，这有一种分工合作的开心哎。嘿嘿。还有什么？还有。要等滚之后再放这三样：虾子跟这个什么？就是椰奶哦，椰奶、虾子、柠檬、柠檬，关火之后再放就好。对对对，柠檬一定要关火。椰奶是精华，这两个煮大概应该是一分钟吧，不到一分钟。好的，你要让它滚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其实蛮快的。哦，你有看到他刚刚甩上的那 Q 的吗？有。你有看到是整个端压上来的吗？那柴烧的魅力耶。真的。Q 弹，好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好 Q 哦。而且它的那个透度，你看它身上的口感，那口感很脆耶。味道不一样。一般我们在吃仙草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它应该要这个很深色的黑。对。但其实我刚拿起来看，它并没有很深色的黑哦。有点透透。它其实这才是真的仙草，真的好好吃哦！我的天啊，吃这个有料的试试看。对，你讲一下。有料哦。你这种藕泥，看西米这个也是嘛？这也是，就是。哎呦。藕泥。一般的芋圆不太一样，都很 Q。嗯。Q 的话是很多，不 Q 的话才是芋头多。你的芋圆够扎实的啦，这个吃一次就上瘾。对啊，好开心啊！来，那个刚才我们厉害了吧？摘来摘去有没有？各自分工合作，捕获的食材，试一下它的汤头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哦哦，很辣是不是？很辣是不是？我用内力把辣喷出来。好，朝天椒哦。我等一下整盘的朝天椒。超辣的。多啊，很过瘾，很你是这个很鲜，好吃，但是很下啊，太太辣了。哦，瓜拢憋出来啊，哎，好吃哎，好吃呀，辣不辣？不辣不辣，我怕辣。这个辣我喜欢，香，它是一种就是舒服温暖哎，慢慢的辣上，哇，而且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东西，由你们自己做，好棒哦。可以自己，所以这个牛是自己养的嘛？借的借。战斧牛排，是牛还是猪？我太大了，谁要帮我一下？我很喜欢这种在大院里面分食的感觉。人生哦，在这里讲，好好的互相交换一下过去的彼此的经验，是好的。好温馨。哇，好舒服。边吃边想一下分数。嗯。不要报分数了。又要评松鼠的分数了。怎么了？它的分数很难。为什么难评？你看他在做事情，他本身就不是一个会去做粗重的活，他就是把他的舞跳好，所以这个其实在他的领域里他是做的好。但是跟着我们一起出来，真的下乡，真的实际去操作，让一个女神开始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。我这边很难评啊。好，我决定这一次要给你，我觉得有一种倒吃甘蔗的感觉。一起开，一起开，好，那一二三，来哦。真的是，其实刚才我们两个这样子在那边捞那个仙草，然后对到旁边，其实我是想给他十分，因为真的太辛苦，太累，而且一下下而已，眼睛就是反掉。然后我怕他会危险，对，基本上都是我做比较多，所以扣了一分。这个就叫做患难见真情。喜安妮娜，那为什么要给我八？对，就是一切都非常的优秀，但刚刚在晒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我就已经被烟熏的看不到了，你们家包应该看得到吧？就他跟我一起盖饭。包更熏，包更看不到，因为烟在上面。但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样叫互相漏气球进步。好，我们找到彼此的缺点，我们现在会越来越有默契，越来越好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今天啊，也真的很开心，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仙草，然后还有这种在这种山林里面自给自足，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我跟阿公阿妈就是这种门口的。在这门口等。哦，太激动了！阿公阿妈，阿公阿妈，谢您了，谢您。你是不是把它卖掉了？那还被你逗了。来看一下，来，女人最爱的美容圣品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去了。那我们去找，找一找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嫂，谢谢。哇，哎，好赞，好赞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
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，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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